能亲吻我的玉足吗？那你找我们干什么呀？你猜一猜，我不知道。我们打扑克牌。可以。make love。OK。那来找我呀！一夜13次，you are OK？开门。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Kara. Kara? Yes. Nice to meet you. And My name is 我喜欢你。Do you speak Chinese? No, no, no. I don't speak Chinese. I speak English. My Chinese is little bi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 can English a little. Wow. Your English is good. Can you pronounce my name? My name is Waini. Do you know my name?我爱你。My 他刚No. 说 my name 是我爱你。No, no, no. My name is Waini. That's my name. Do you understand? No, I don't know. I just told you my name right now. 我爱你。My name is 我爱你。你就会说这一句，哈，你我爱你，I love you。You love me? No。Then why would you say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I don't know. Maybe. Maybe. Yeah. I don't believe. I know. You don't believe? Where? City. Oh, city. I mean, Inner Mongolia. Nemungu? 你会汉语啊？What? 你别编了。You can speak Chinese. You can. No, a little bit. I speak Sawadika. You know Sawadika? Sawadika. Yes, I can speak Sawadika. 我都懵了。我早先英语还行，我中大学学的俄语啊。I'm in Hubei. 湖北，武汉市。Yes. 哇塞，你的身材 good，Really? you're good。Are you sure? Now come on，I come to your bed. I'm coming. baby, never。Okay, I'm coming.你就会叫我爱你啊！你叫我爱你啊我的名字就是我爱你。！No big deal。Is real。没有这个名字。能不能说一句我的名字吗？我刚才不说了吗？你不就想骗我说一句我爱你吗？我刚刚不说了好几遍了吗？哈哈哈哈哈！我不知道你会汉语，你就是骗我说我爱你啊。我不会汉语啊，能不能教我一句？我爱你，这些你不都学会了吗？你刚才直播间都来间谍了，你会啥我都知道，别骗我了。我不骗你，是不是要缘分？缘分，你是美国人吗？America？我是泰国的。你是泰国人啊？对呀、啊。你长得真像泰国人。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学完俄语之后，就英语都懵了。你在学俄语吗？俄语，我大学学的俄语。你在内蒙古？Yes，我在内蒙古。我也是。你在武汉。不，我以前在武汉，现在我不在。现在我在内内蒙蒙古。古很大，你几岁了？我15岁。说实话，你几岁了？你猜猜？20多岁。哇，我长得那么老吗？我16岁，真的。你嘎，我还，你连你嘎都能听懂，你嘎是啥意思啊？你嘎？我不知道，你在骂我是吧？也不算是骂人，但也是不的。是太好听的话。
哦，没毛病，没毛病。你可以骂我，我不会生气，因为我特别喜欢你，平台不让骂人。我特别爱你，所以我不会生气。你可以骂，你知道色狼是啥意思吗？色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叫大黑狼吗？我不知道，咱俩互关，可以，以后你叫我小宝贝儿，我叫你大黑狼，小宝贝儿。大黑狼，大黑狼是什么意思？你先告诉我大是什么意黑狼思。就是大黑狼的意思，夸你呢。哎，我能相信你吗？好。你就问他们吧，不是骂人的意思。但是你要是说我的话，就算是骂我了；我要是说你的话，就不算骂你。为什么我要说你呢？就是骂你呢？因为这个是形容男人的词语，我相信。就是形容你非常的 man，very very man，大黑狼。我相信你。yes，good，perfect。Very good。我觉得你的英文挺好的，你在哪里学的？我学杂了，我是学俄语的，你为什么要学俄语？因为我在满洲里挨着俄罗斯，到底哦，是我哪知国道。人啊？我是非洲的，肯尼亚。你知道肯尼亚吗？非洲人，你要跟说的话还有点像，肯尼亚听说过，肯尼亚是一个国家的，在非洲，非洲不是一个国家的，你知道吗？非洲有很多国家的，那肯尼亚是非洲的。肯尼亚在非洲里边了。中国最火的平台不是这一个，是那个抖抖音音，那个流量高，那个平台比较厉害，你应该去那个平台发展。我有这个软件，但是我不怎么玩。那边好玩，真的假的？真的，你玩吗？我不玩了，玩不起来了。为什么？你那么漂亮，你怎么不玩？我不漂亮，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才艺。那么漂亮的美女不需要有才艺，我你还知不知漂道？亮吗？看我还漂亮吗？漂亮。那你来找我呀什么时候？明天。，tomorrow。OK，明天我去教你你给玩。他们表演打麻将，我好久不玩了，好吗？人家好久不玩了，我不会打麻将，能不能教我？可以教吗？怎么教你啊？你得来啊，来呀，我才能教你啊。我在内蒙古，我明天去教你，你放个位置吧。我发位置，你也不能来。我会来，我不骗人，我不会骗你。为什么要骗你？你有女朋友吗？我没有女朋友，人家是单身呢。你几岁啊？到底啊？你猜猜我几岁？你肯定比我小。你多大了？我30多岁了。不相信。你不相信？20岁，你。能能，真的假的？真的。我靠，一点看不出来。那你呢？我29岁，我们俩差不多吧。你刚才都要说出来你20几岁了，然后你又往最大了说的。我刚才跟你说我15岁的，那时候我在开玩笑。现在我在说实话，我是29岁。你平常健身吗？健身，有的时候不是每天，脸很好少。白啊。有，quickly，come on，I'm coming 你发位置发不？位置能来啊？难，怎么不难呢？你现在在哪里？坐标在哪里？我刚来的这边内蒙古，然后呢，我已经在武汉。内蒙古哪里？内蒙古好大。你在内蒙古哪个城市？内蒙古就是内蒙古强区啊，什么意思内啊？蒙古好大好大，big city。内蒙古 is a big city, right? 内蒙 Big 古是 city。中国第几大城市来着？第三大吧？真的假的？真的，最大的是新疆。所以说，也许你所在地离我的所在地还很远很远。我离你太远了，但是我会去教你。我在武汉。那你找我们干什么呀？你猜猜，我不知道。我们打扑克牌可以。，make love 哦。
Okay, you want to make love with me? Okay. Okay, no problem. You want to make love with me?1夜13次, you are okay? 1夜13次, you are okay? Okay. 1夜13次, The make love, you are okay? Yes, I'm okay I with you don't believe you. I don't because believe you. do you know why? Because I like you. You're cute. No, no, Billy，我说英语就行了，你还在说英语了，我就会这么几句。Because I like you, I think you're so cute. 吹牛，知道什么叫吹牛吗？我知道。13次你都费劲，你还13次，哼。Give me，给我。Very very happy，然后就兴奋，然后就睡不着觉。你来了，我不 一样。那等我，我想起来了，我在哪里？你知道我在哪里吗？你在哪里呀、我在你心里。啊？你怎么？你说你开心，你讲的不像开心。我好开心，你好浪漫，你好会说情话。等一下，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最浪漫的，什浪么时漫，候才能见面？我好期待哦！很快，别好，担不得心。来。但是如果你很快很快的话，我们就不要见面了。你快不快？我不快，我久了，我说的是你没听到，快不快？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先说我久了，就是很久很久我了。抢了，对，那你好随意哦！说到了吗？你随意，你好随意哦！你见到一个女孩子，你就要跟她 make love。没有，because I like you know? 哦，因为你喜欢我啊？Yes，你喜欢我哪一点啊？因为你长得漂亮，长得可爱，会会说说话，话，但还是我有，很变态呢。没有，你会玩 SM 吗？我不懂，就是我把你绑在床上，嗯。然后就是拿小蜡烛滴在你的身上，小蜡油，拿小鞭子抽你，然后。哈哈哈！然后我穿着小丝袜，然后就拿小鞭子嘎嘎抽你，有能？Yes, I know. Of course. 能亲吻我的玉足吗？能。你软来亲吻我的玉足？你有护腚毛吗？护腚毛是吧？对。我有一点点，我不留，关了。嗯，那你汉语真挺厉害的。哈哈哈哈哈！你在国内学的汉语啊？我刚学的，因为我一看你我就会了，你看我你就会了，我靠！因为我觉得你好，哇塞！我好哇塞，我哦都哇塞，我好哇塞，来了就知道了。哦，等我。好，等你，I wait you。Okay, give me a kiss. OK。Okay.